又叫他站起来，站在一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能够过来累死？就是大家因为加入伊斯兰呢，就站在一边，站在一边，然后我们教你们礼拜，教你们念咒真言。就是我们加入伊斯兰啊，就是要求真务实，要求真务实，不能一般半点西袍。站起来，有几个？现在有几个了？加入伊斯兰的有几个？站在一边吧，大家。啊？你加入的就站在一边，站在一边。有几个的呢？站过来，大家站过来，叫林师傅来站过来，站过来就，哎，站过来。二十号的，二十号的，二十二的，一起念啊，二十号的，二十号的。万物非主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，是真主的使者。就是我们念了这个咒战言以后呢，就成为穆斯林，以后要把它背会。这个就是我们念了咒战以后成为穆斯林，然后要把穆斯林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呢，要慢慢的把它学会。你看我们的礼拜堂已经拿好了，就发给他们。你们加入啊，加入还